第三十题，已知氯水的化学反应为氯加水产生氢氯酸加次氯酸，因氯气有剧毒，必须如何处理才不至于污染环境？这要考勒沙特勒原理。我们这边让氯是有剧毒的，那我们希望这个氯要减少，所以呢，我们反应呢要朝右。那我们老师上课教过勒沙特勒原理，取有余补不足，多的送人家，少的向人家要，所以呢，我们会让这里的氢离子呢会变少，少的向人家要呢，所以反应就会朝右，那我们的氯气就会减少，会产生没有毒的氯离子。那如何让我们的氢离子变少呢？就可以利用酸碱中和，我们加了碱，可以就让我们氢离子变少。那么选项 A 的氯化钠呢是中性，选项 B 的呢氯化氢呢是酸性，那选项 C 的呢氢氧化钠呢是碱性，那么选项 D 的呢氯化钾也是中性，所以如果要加碱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加氢氧化钠。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因氯气有剧毒，必须如何处理才不至于污染环境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加入适量的氢氧化钠溶液。